好。 先稍微坐一会儿吧，一会儿给你泡。 拿出来会有一点感觉，会有一点点，嗯，欧了，长起来了，喏，长起来了。 OK 了啊，就 Z 了，跟上一个那个差不多，放这儿。 已经完事儿了啊，这个搭子，我给你捏一捏。看着都修完以后看着不明显，但是幸亏有路子能看出来刚才那两块。这个侧面就是上次修到根儿那个，它侧面还有揪，好，也得稍微修一点，少修一点。 你要感觉没有的话，就咱不动也行。上个月都没修。没动吗？上个月都没动。好。所以修到根儿了，朋友们都出血了。好。弄个小弧度。OK。 多泡一会儿，这个确实管用啊！指甲，推的时候很好推。
这些小的疼没疼过？啊，有。从这边看能看出来。这个也是在肉里，小爱心，也不是爱心，一个小锤子，这个磕太大了，不磕太大。没事儿，这边 OK 了啊。